先做咗3%，我一節就做咗3%，差唔多啦。今晚都唔使翻屋企。以你嘅進度，翻完，將你擺喺度，有少擔心。點解？三分手，24D，驚我撞到啊嘛。冇理由有隻雙手部咯，再玩先。咁啊係，但我換唔到 iPad 靠嘅，5號2分炒，其實唔知啊。唔係話買賠先，我分業務號咩？中啊！有啊嘛，佢我用10,000收啊嘛。係啊，抵喎，佢原價5,000喎。原價5,000喎。個 iPad 啊，原價5,000，然後10,000收，同 Apple Pencil。啊，唔係啊，加價買嘅要。係啊，換透價啊嘛，我記得。依家唔使啦，大少。6號3分。依家。九添，九號者嚟。上埋。我唔入。三分，好，哎哟，睇住啊，24D 啊，哎哟，靓雕十雕，哎呀，偷波6扣，白色12犯规。我想講，嗰日就係凌晨4點喺度冇得等。翻俾阿張哥，
冇錯，十兩分炒，四秒，公板兩分炒，五D， 睇唔到，五 D， 五 block 數，係五 block， 再加五 D， 同埋應該廿五 block， 好嘅，廿五 block， 五 D 廿五 block， 係可以。廿四兩分，中啦！因為太激啦，四點十分鐘嘅時間，前一排再早少少未開學之前咧，就未諗瞓。而家未，十二三分炒廿四啲。廿五兩分，哎呀，八號啲啊！即係你冇理由，你凌晨六點鐘先瞓咗，但係你四點落去買早餐，然後再翻去食完再瞓。十二三分鐘其實可以，或者瞓醒先食。唔係啊，我屋企行翻學好遠啫喎。如果行去龍崗嘅話，其實係遠嘅。咁所以就變咗做嗰段時間，但係變到翻學嘅時候，我而家翻學全部翻朝早堂，朝早堂可以食喎。廿四三分炒，廿四三分炒。廿五 O 兩分炒，炒啲。跟住咧，到我翻學嘅時候，又會覺得好撚攰，唔想專登走去買，因為要翻學啊。十號兩分鐘，搞錯。即係翻學已經好撚攰噶啦，冇理由仲要逼自己再早多半個鐘起身去買個麥當勞食啊，係嘛？所以就完全冇呢個食麥當勞嘅機會。翻學嗰陣，係啊，我有諗過，但係翻學嘅時候翻去就瞓撚咗。七三分炒，十二啲啊！我就係翻到上堂嘅時候坐低撳個麥當勞，跟住出去，出去買咯，係連出去拎咯。都懶啊，就坐喺嗰度。哎屌 ，OK 八號，聽日食可以，聽日食。八號兩分，炒啊，六啲。你好有道理啊，包師傅。梗係啦，聽日買，聽日食，都係咁噶啦。決定咗啦，聽日如果起得到嘅話，八點。你走眼床，我都覺得你進攻都少少咁樣。喵，成步啊！你翻學梗係走啱啦，你三分床。搞笑，咁撚好正。一邊，哇！要走，猜過嚟，猜過嚟，唔猜。哎呀，踢人咯！时间两分钟，大力进攻，抽波落去，唔会噶，或者一个和谐嗰啲系唔会闹交嘅，唔会嘅。八号犯规，系啊。白色天方三次。而家先準備開始翻工嘅時間，正常。九點已經疲倦啦。你應該九點要翻到公司，但係我九點半先翻到公司。廿五分炒啊，十五啲啊。哦，犯規是點解？加翻個時間先喎，五號。哇！唔知啫，你望佢。我啲專業人士梗係望翻部資料 iPad 啦。零號三分，三分係啊，三分仲係零號。舉到手。好穩定喎，佢命中率係百分之百。十四號兩分，喂，一罰中，二罰中。拉开，
零號三分炒，六號犯規啊！零號話嘛，深色六號三犯，不如有零號先，係零號好。時間一分鐘。十五三分中啊，零座啊，好似系悟空啊，悟空追啊，阿妈慢打，慢打，慢打，黑悟空啊，哎，听唔到嗰度仲有个人，杀出三分炒，哎呦，有冇打黑悟空啊？冇啊，冇买，我都冇买，少少搞唔到，唔发兴都算啦。俾啊，哇靓啊！哇，九号两分炒，零欧，十五三分炒，廿五跌，十秒。可以剪接师啊